一般若是讲到种菜哦，一定拢会想着伫恒润鲜快的模样。毋过现在伫办公室嘛会使种菜咯。恁先行动嘅百货广场是特别推出了青菜嘅小盆栽，我伫办公室嘅民众嘛会当轻松来种家己所欲食嘅菜。现在已经有那芦麦、有葱啊、有辣椒等等，种类是相当嘅多。民众佫会使家己 D I Y 做下无？小小盆栽其实即个拢是会当食嘅青菜盆栽。 现在的人因为工作，拢上到无闲，伊嘛有一点压力，因厝联系物拢会票予工厂，特块被推出青菜小盆栽，伊当伫办公室来随时照顾，同时嘛增加家己随时补充蔬菜的机会，即买单公司一个袂否的蔬解压力方式。咱会当家己来种，吼，有疗愈的效果，因为即卖个拢伫上神农教育，吼，来绿色照顾，吼，咱大家拢会当来做健康的吼，来食即养生好的物件。 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推荐给逐个逐个当来咱农场来做体验，吼、哦，买当来家己来种，吼、哦，这是上好的、上环保的即、这个健康的概念。种植方式真简单，只要阿水甲拍日头就好啊，相当方便。一个月就会当发真侪咯。李即处所推出的西菜小盆栽，种类相当多元，包括大绿麦、辣椒甲罗曼等等，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来家己体验。 咱这有培养土，吼、哦哦，啊，你个用，吼，啊，你诶一个月两个月，咱爱定甲菜，吼、哦，菜你爱食吼，随、哦、时伫咱若想讲要个食一两样诶，即个青菜诶时阵，青菜伫底，青菜伫咱诶手中啦，吼、哦，就顶悬都通去食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吼，咱愈甲菜，伊就发了愈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愈来愈济愈来愈健康。田心原农嘅票工厂一直咧拢相当做以时农教育，一个友善农地理念，所以伫遮生产出诶蔬果。 拢是有着信心就来食，伫个无使用农药的进行下慢慢仔照顾大汉的。小民众伫个三择蔬果的时阵，会当来多多考虑即款有机、有机蔬果，马烦心中朋友来加油。记者陈怡瑜，北河区采访报道。